船之后讲俾你听噶，玛丽娜，我发誓，你都见到我几努力想揾翻对耳环噶啦，而且你都知道我愿意用好大笔钱买翻佢噶。对唔住啊，佢话佢识得可以讲个真相俾我知道嘅人，不过佢要求我俾大笔钱交换个真相。真相冇得免费，世上冇免费午餐嘅，宝贝，你而家即刻就打电话俾你叔公，叫佢拎钱俾我。我唔会俾你咁做噶，玛丽娜走。一切嘅贪婪，即使喺过去都能够让我如愿以偿。就咁决定。六路黑暗翅膀展翅。